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女兵中队的中队长袁志队长。哪来的酒味儿？你俩谁的？报告我的，叫什么名字？乌云格日乐，副队长。到。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射击冠军乌云。对，就是他。你能给我解释一下，水壶里面装这么多白酒干什么吗？喝呀。这里是部队，是军营，不是饭店，也不是酒吧 KTV。对。队长，乌云是从内蒙来的，饮食习惯和咱们这边不太一样，我会尽快帮他适应部队生活的。下不为例啊！这个酒壶暂时由我保管。刘医生，就是他，你快点给看看吧。他从内蒙来，刚刚入伍，可能是饮食习惯和咱们不太一样，再加上有点水土不服吧。他吃什么吐什么，这都动不了了，我才把您给请来。您看是不是得给开点药啊？是不是肠胃问题啊？体温量过了没有？量过，都正常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，乌云？医生，不然您先给开点止吐药吧。水土不服也不算是病啊，我也不能随便给他开止吐药。要不给我喝点酒吧？喝点酒，我应该能舒服点。喝酒？以前我坐车的时候晕车，总吐，喝点酒立刻就没事了，得是白的。还是白酒？我当了十几年军医，也没听说过喝白酒可以止吐啊。不然我去找找，特殊情况。这是乌云的体检报告，他从小在大草原上长大，他们家族人的体质有点特殊。从遗传学角度讲，他们族人体质内的肝脏可以产生一种分解和排除酒精的酶，也就是说，喝多少酒都不会醉。这对他的身体会不会有影响？我是指对训练有影响吗？这个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那只是一种酶。医生说，就比如是有的人会对花粉过敏，有的人就不会。如果一下子把他的生活习惯全部改掉，我担心他的身体一时半会儿很难适应，也不利于接下来的训练。所以，我想跟您申请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。你这是在为难我呀，咱们也不是第一年招兵带兵了，啥时候遇到过这样的女兵？你是知道的，上面三令五申的强调，训练期间绝不允许喝酒，她天天这样醉醺醺的，其他人还怎么练啊？我喝不醉。我保证不会喝醉，保证不影响训练。你这酒壶里的酒度数可不低呀，你怎么能保证不会喝醉？我跟大根放羊，半天就能喝完一壶，从来都没有醉过。什么？他能喝完一壶？这个我也问过他，他说他喝酒就跟喝白水差不多。这酒壶可以给你，但是咱们得约法三章。队长，您说。第一，每次喝最多不能超过3两。第二，这酒壶不能放在宿舍。第三，绝对不能影响训练。放心吧，我来控制。兄弟们，快醒醒！接咱们的专机来了，快快快！他把衣，使劲！我们快！
部队撤离吧，咱们给放弃了。大家别着急，既然有直升飞机飞过，那就说明我们这里离陆地并不是很遥远。哪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赶紧想办法扎木筏啊！马明亮，你搞清楚，这扎木筏是我们的事儿。你们不是木筏也没扎好吧？就是，你有绳子吗？没有绳子，你拿什么扎木筏？不是你找的错人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兄弟们，能不能听我说两句？这山里边有的是油麻藤。弄些来做绳子，指定结实。现在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兵分三路，一路去挖油麻藤，一路去找水源，还有一路跟着我去找点吃的。哦，对对对，走走走，队长，江小鱼，凭啥我们这么多人就听你在这发号施令啊？对呀，凭啥我们都得听你的呀？对呀，就凭你们还欠着咱的账呢。啊，对，你们肚子里都揣着咱的烤鱼和螃蟹。 你们要是觉得我发号施令不合适，那你们就把吃进去的东西给我吐出来。还有意见没有？没有了就赶紧，那个分头行动。哎，不能吃，为什么不能吃啊？ 这果子一看就有毒，啊！走去前面看看，哪儿呢？这边有个泉眼。刚才路过的时候，没发现有泉眼。 这水地方我在这待够。就是说，好。咱们这木筏都快扎好了，这戴飞他们找水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应该快了吧？等他们回来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太好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这个破地儿了。对，加把劲儿，兄弟们啊！好，都扎严实点啊。好，队长。余哥，余哥，余哥，这果子能吃吗？ 啊，这个能吃，能吃。这叫莲雾。哦，哎，什么声音？过去看看。哦，这啥动静？朱大飞他们出事了。让开！好。别，小心！哎，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？他们人呢？ 你那边招呼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你找到水呢？水在哪儿呢？我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问。你先回答张冲的问题。你们四个人去找水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我们找到水源了，刚喝了两口水，就发现了一个。一个什么呀？什么？一个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东西。啊？要不是我跑得快，你们都看不见我了。他们几个人都被抓走了。 啊！不是像人鬼不像鬼的，你赶紧说清楚到底什么玩意儿！就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，他动作太快，我都看不清楚。哎，你被什么整？哎，完了！哎呀，这是咒谁惹谁了？这抓了咱们人不算，还把筏子给烧了。 这狗日的，想把他憋死在这儿啊？谁干的？谁？别跟个王八似的，给我出来！行了行了，别喊了。他要是敢当面跟咱们较量，就不会偷偷摸摸的烧咱们筏子了。哎，弄个人，站住！对，就他。瞧着瞧着，行了行了。 别追了，早跑远了。大飞，你确定刚才烧木筏的和你遇到的是同一个人吗？绝对没错，就是他，跑得比我还快。见鬼了！那他干嘛老跟咱们过不去呀？我在电视上看过，说是，在好多原始森林里头，有好多浑身长毛的野人，他们吃人肉，喝人血。 不会碰上野人了吧？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像野人，是不是？行行行行，都别说了，我跟你说，都跟我去抓野人去，走。
我们这么找，无疑是大海捞针，就算找到野人，又能怎样？也离不开这荒岛。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人一直守在岸滩上，等待部队的救援。你怎么回事？发现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呢？因为你永远做出错误的决定。你说谁呢？说你呢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想不想抓野人了？想不想救兄弟了？要想的话，就别窝里斗。我寻思着，这野人现在啊，他在暗处，咱们在明处。 他还不是一般的狡猾，咱们必须得用个笨招，才能出奇制胜。笨招，哎，就在这儿。 他们三个人就在这被抓了，这儿草深林密，最适合打埋伏。 兄弟们都散开，藏起来。哎，兄弟们，有救了！有救了！有救了！怎么了？你这玩意儿修好了？我马上就可以用这个跟咱侦察大队联系上，发出求救信号了。我得找一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。 行行行行，拉倒吧，都别包着了。稍安勿躁，再埋伏一会儿，快进去！埋伏啥呀？这都躲半天了，都快让成了咬死了的连个阴影都没看见。哎，要不然，咱们发把火，把这片林子给烧了，到时候肯定能把那个野人给逼出来。哎呀，这招挺好啊，我看啊，就这招啊。你们可别忘记了，我们的战友还在野人手里呢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看来咱们光埋伏不行。 咱们得安排个诱饵，把那野人给调出来。诱饵？那谁当诱饵去？不是，你们都看我干啥呀？没事儿，你不合适。不合适。哎，不是，你咋知道我就不合适啊？ 不是，当诱饵需要胆子大、身手好、动作敏捷的人才能当，一般人就当不了。不是，你说的这些啊，我全都具备啊。你说，啥事儿？我干。你可想清楚了啊，当诱饵挺危险的。你要实在是害怕呢，咱们这么多兄弟呢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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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到那个泉眼边你就倒下，剩下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，见机行事就行了。这次能不能抓到这个野人，就全瞧你的演技。你们就瞧好了，我去了啊！这一条硬汉子，这是必须小心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啊！好嘞。兄弟们，再忍忍，一会儿就见分晓了。喂喂喂，手到请回话，手到请回话。喂，哎，这破玩意儿怎么还没有信号啊？再找找，你这信号有了。喂喂喂，手到请回话，手到请回话，手到请回话。你看那边是嘛呀？大雾吧？雾？这雾也太大了吧？这。咱们等一会儿，等雾小点再走。是真晕还是假晕呢？哎呀，这葫芦出来了，你小子睡了，我撒了。行行行行行行。哎，你们听，
好像是马明亮的声音。不可能，他也在海滩上才对。那就是他的声音，赶紧过去看看。走走走走，啊，走走走走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马明亮！明亮！马明亮！张小鱼，你会听错了，肯定是他的声音，不会被野人抓走了吧？不会吧，马明亮这么机警的一个人。兄弟们，坏了，咱们中计了。什么计啊？调虎离山。哎呦！别人给埋伏了，现在局面这么被动，江小鱼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凭什么啥事儿都赖我呀？我当初出主意的时候也没见你们反对啊！啊，现在出事儿了，你们就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、耍无赖。谁耍无赖了？要不是你出了馊主意，马明亮和阿甘会被野人抓走吗？就是啊，对呀。你们误会了。其实吧，这是我的一个计策。还计策？啥计策啊？当初我为什么选阿甘当诱饵？因为他身手好，野人抓了他，就等于给自己身边安了一个定时炸弹。哎，到时候不但阿甘没事，马明亮呢也能被救回来。我这一计策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什么乱七八糟！哎，那水不能喝。水怎么也不能喝了？我要是野人，一准儿往里投毒。说那邪乎劲儿的，我就不信，我尝尝。你听我的，这个水真的不能喝，喝了烂肠子烂肚子。天快黑了，我们还是回海滩上吧。你们谁爱回谁回去，有种的跟我去找野人去。走，我去。阿甘，你也被抓了。马明亮，不是，你们几个怎么也在这儿啊？都说海军陆战队是王牌部队，两栖侦察大队呢，更是王牌中的王牌。为了当蛙人，本少爷连美国大学警戒进物都给推了，可我这身军装还没穿热乎呢，就掉到这破岛上了，还被野人给吓半死，冤死我！要说冤啊，你们谁也没我冤。我在旅部直属队待得好好的，被龙队连蒙带骗的拐这儿来了，我比你们都冤。现在也不知道我娘的病治得怎么样了。哎，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只要我们身穿这件衣服，哪怕只有一天、一分钟、一秒钟，我们就是一个兵。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，胸膛还有一滴热血，我们就要挺住。挺住，就意味着一切。挺住。转的圈儿，我弄大点儿，咱们没准逮个多大的东西呢。张冲，这能好使吗？反正逮狼是一逮一个准啊，别的玩意儿我就不到了。听说你是东北原始森林长大的，你还真逮过狼啊？狼算啥呀？那熊我都干躺好几个了。那啥，你们也上树睡觉啊？啊？这树上怎么睡啊？哎呀，这树上，这树上可得劲儿了，这树上。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啊？掉不下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从小就在上面睡，睡老大都没掉下过。哎。那你家里人能放心吗？我姨夫是巡林子的，从小我就跟他天天走六十里地啊，把那个整个林区都溜达一遍。那林子里净是野猪啊、狼什么玩意儿的，你搁底下睡觉，那不让狼给造了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都上树，啊，赶紧上树。
江小鱼，哎，他在发烧，如果再不喝水，恐怕连命都没有了。啊！我去想办法弄点水。宇哥，你说，咱都翻了好几个山头了，怎么水还没找着啊？兄弟，以我闯荡江湖多年的经验，翻过这座山，咱们就能找到水。你没发现这林子越走越密了吗？哎，那是什么？过来啊！小心我们伤着你。宇哥，野人听不懂人话，无理哇哩是你的，你得往你鸽子回家。他好像听懂了，哎，来了。好生迷的眼了，你挂了，快点，兄弟们别去，看清情况再去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行了，咱们别跑了，歇会儿吧。反正那个野人也没追上来。你刚才跟那野人说的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胡说八道的。宇哥，你太神了！你什么时候收了两把沙子呀？行走江湖，能不带点暗器吗？哦。这有块石头，来装着。宇哥。你果然是个高手，哎，刚才什么玩意儿绊了我一跟头？我看看。嗯，哎，这个等一下。回放一下16号摄像头。呀！啊！是我，是我！哎，明亮，怎么是你啊？松开！哎呦，你不被野人抓走了吗？他长什么样？看不清啊！阿甘呢？他们应该还被关在那儿呢，我来不及救他们了，我只能先跑出来报信儿。你现在还能不能记住回去的路？没问题，我来时的路上做了记号。哎，小安苗，就是那地方，那个野人会在这附近吗？这会儿估计应该不在了。哎，那什么，留着啊，我们去救人去。明白，走。这哪人啊？哎，你这咋整的？没整准上就让我们过来啊？确定关键站吗？确定啊。张冲，哎，哎，你俩在这待着啊，我去看老七啥情况啊。老七，王明亮，张冲，南飞，张冲，你俩这怎么回事？这是那个野人，你赶紧跑吧，别管我们了。谁？咋是你俩呢？我怕你吃亏，故意把你引到这儿来的。啥意思？到底咋回事啊？这是？就一句话，咱们全都被涮了。被谁涮了？还能有谁？
肯定是部队的那几个教官呗。咱们从沉船、上岛到野人偷袭，这都是他们设计好的。这压根儿就是一场考验咱们野外生存的演习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底下呢？你再看那是啥？这摄像头。咱们在这岛上的吃喝拉撒睡，他们肯定看得一清二楚。小心点，把他扣死了，别让他两边摇，这样行吗？好，妥了妥了。哎呦，就让给打上就行了。扣上了以后，咱们这片就安全了，咱们哪儿都不去，就待在这儿，找点吃的，吃饱肚子再说。哎，这个等一下，把这带切回去。刚才没有发现这个鸟窝吗？奇怪啊，刚才还没有啊，怎么眨眼之间就冒出个鸟窝呢？快，赶紧想办法调整摄像机的角度。不，龙大队长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想来观摩一下咱们新兵训练的情况。龙大队，我们兽营的训练跟你侦察大队无关。没有关系吗？将来你手里的好种子、好苗子，那不都得再到我侦察大队一亩二分地啊？哎，咱可约法三章过啊。我兽营的训练和管理是独立的，你无权干涉，对吧？该干嘛干嘛去啊，我这不欢迎你。哎，你不让我看，我坐这儿看，总可以吧？你几岁了？啊？幼稚。是，我是幼稚，否则的话我不会失去帖子。人都死了，还提他干嘛？人死了，债还在，我欠他的。你欠他什么？欠他钱给他烧纸去。欠一件他没完成的事儿，刚子。这种遗憾你有，我有，对不对？闪开！你不让我进去，我不闪。嗯，我上厕所。嗯，闪开！啊，谢谢。海滩上还有六个，林子里有蒋小鱼、张冲和展大鹏，应该快结束了。蒋小鱼他们去找水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肯定是遇上野狐了。我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，得另找出路。走树林子太危险了，再说了，咱们还有病号呢。走水路。水路。对呀，在原地待着多好啊，多安全啊。行行行。光吃水果能吃饱吗？出来找点肉吃。张冲，都赖你！那么好的地儿你不待着，非得找什么野味儿。大龙呢？大龙，天哥，里边不会有东西吧？这有东西。你好。他应该是个人。他果然是个人。
俩，都搞定了，都在下边呢，自己点吧。吴教官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这样，什么情况？欢迎你们来到现实世界，我给你们安排这个游戏，一是想检验一下你们的野外生存能力，第二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蛙人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就是兽营的战神项羽。竟会装神弄鬼的，有嘛可狂的？一个人就灭掉了我们整个新兵中队，他当然有资格狂了。不对呀，排长，怎么还少了三个呢？蒋小鱼、张冲、展大鹏不在啊。跟我走，把他们都放出来。是。人呢？行走江湖，能不带点暗器？这有块石头，来装着。给我一个小时。这三个小子还长着翅膀了。这小子行，连项羽都栽在他手里了。大队长，这就是您说的那个憋气天才吧？他叫蒋小鱼。啊，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喽！居然连那兽营的战神都敢得罪，就等着挨练吧。哼，怎么回事？别提了，这家伙把我们祸害惨了，我们费了老鼻子劲才把他抓着。您看是给我们立个功啊，还是发点奖金啊？那么多废话，还不赶紧把排长绳子解开！啊，排长，这是你们代理排长项羽。不可能，他连人话都不会说。再说了，哪有当排长的祸害我们这些当兵？快快快快快，快解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呀，真会说人话呀！这误会大了。那个排长，我们真不知道您是排长。我们要知道他是排长，我们咋能对他下手呢？对呀，那个排长，那个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子里能撑船，你一定不会给我们一般计较的，对吧？行了，都别说废话了，快集合上船。首长好，辛苦了。首长好，啊，回来了。首长好，啊，辛苦了。首长好，首长好，辛苦了。首长好，首长好。哎，该到我问了。首长好。辛苦了。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稍息，立正。旅长同志，兽营新兵野外生存训练顺利结束，21名新兵全部到齐，请指示。辛苦了，马上带回。是。小雨，到，把队伍带回。是。向右转。下车。你，就是你，我找你有事儿。那个，女首长找我，是公事儿啊，还是私事儿？公事儿，刚才已经说完了，现在当然是私事儿了。
啥事儿啊？感谢你那天救了我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您千万别放在心上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我要不是穿着这身军装，我这巴掌我就抽到你脸上了。江小鱼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想抽你吗？为什么？你跟记者说什么了？说你在水下给我做了十分钟的人工呼吸，现在报纸都登出来了。满大街的人都知道你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，那我呢？人人见了我都问我，哎，那十分钟的人工呼吸是怎么回事啊？江小鱼，我奉劝你以后管好你自己的嘴，少给别人添麻烦，也少给你自己找不痛快。谢谢女首长。哎，于哥，刚才怎么回事啊？那女舱我干嘛给你嘴巴呀？为啥啊？别提了，说出来都是眼泪呀、啊。哎，说说呗，有嘛幕后故事跟哥几个分享分享？说说分享。你们真想知道？想啊。就六个字：爱之深，恨之切，自个儿琢磨去吧。哎，于哥。不会是他倒追的你吧？不可能。以前就认识，死缠烂打的追了好些年。你们说我能答应吗？哎呀，太能答应了！你不答应，我答应了。不是这多漂亮，是这点出息。条件是还行，但这种姿色的姑娘，咱见多了。哎，哥哥，我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啊。再说了，那咱家里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姑娘，等着咱回去成亲呢。哇塞！你这情感世界也太复杂、太扭曲了，太纠结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哇，这哪是蛙人啊，跟野人差不多。是啊。哎，都说咱们寿营是和尚庙。一水的老爷们儿，这咋跑来这么多姑娘啊？知道的是内部交流，不知道的，以为是组团来相亲的呢。没错。哎，看那个，哪个？凶神恶煞，跟个爷们儿似的。太爷们儿。气死我了！这帮人居然说我们是组团来相亲的。说女兵中队组团来相亲，谁说的？站出来！这话是谁说的？马丽儿的，自己出来！男兵和女兵是一家人，就好比亲的兄弟姐妹。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，我都替你们害臊。江小鱼，你可别乱扣屎盆子啊！话也不是我们说的。大鹏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咱们新兵中队有没有人说过这种话？没有。不是，这谁传的？这绝对没有。哎，那个，这位女同志，我叫乌云。哦，那个乌云同志。你看我审也审了，骂也骂了，是不是你们那边那个话传话的听差了呀？不可能！我现在找人来对质，你等着。哎，别！我想起来了，是哪个混蛋说的了？是哪个？我这就去把他给找过来。哎，干啥呀？大清早嚎丧啊你啊！咱是哀叹新兵中队帐下无人呐。啥意思啊？有人单枪匹马的堵在咱们宿舍门口，说要单挑新兵中队。
屋里头十几个老爷们儿，愣是没人敢出头应战。啥玩意儿啊？我知道了。哎，兄弟，你别冲动，那家伙可不好惹啊！就活阎王老子也扒开生皮，给我端！哎。